讲师的素养，讲师的使命与素养，心念转格温，生命无限宽，欲和杂志啊，还有愿力，愿力要比业力早一步啊。心灵的 GPS 是导航定位，我们是指点开智慧，指导人生的方向。前面再来要聊一聊，真理的公义，六祖文法坛经，真理的公义，无上好像善事为大事，了解，了解一种直线的目标为事训，学养伦理。你困不快啊？困到起来去啊！成语故事，智慧大会，智商一八人。一百折也不会。愿力和体愿力，今天来讲讲，我自己培养生命中的贵人们，李瑞丽老师的助教，对，相当优秀。李瑞丽老师的网络影片很多的，搜寻李瑞丽老师，我们那里讲经的也很多的。以前的前行，学道修道，本我从心呢，从不认识字到用心学习，一个月讲经收获，优秀。现在网络搜寻有讲师刘芳春讲师，讲很多经典，还有谢谢。今天从没有浙江书外参课，没有浙江书外参课。所以讲来台中的历史，台中的历史讲，台中的历史咱怎么听？台中的唔捌听。那何老先生三十一个单位，三十一个单位是台中的历史。这一讲诶。不出名。他也有人个。记录啊，这切磋啊，要用心。台中的历史啊，较出名个，迄个好老先生的艺术山后下边台中的历史博物馆，以前是讲咱咧单田路去遐去，去遐建设啊。迄义和杂志啊，义和双月刊有咧介绍。